这批禅修语，2020年4月26日中午，阴天，溪流磨石，自然的流水会不断地冲击凸起来的石头，石头慢慢会被磨得越来越滑溜，也越见明亮。心也是这样，生活上禅修里放下的越多，心就越明亮清晰。当玩耍戏水的人将那粒石头移上溪边，石头久而久之又会被尘土封盖，你就见不到那股明亮，最后连粒石头也找不到了。